庄爷爷，你可得挺住了哟！哎呦，我那风流倜傥、才华横溢又寒窗苦读十几年的二哥，可不是为了让谁暴殄天物的，我得把他给保下来。滕王阁盛景图出自洛阳第一才子，最重要的是洛阳第一美男子周记之手。今日买画。 还送周公子小小一张，你全吃了？哎，都是钱买的，浪费不好吧？我吃不。哎，除了画像，还有惊喜。来，这你看，今日只要买画的娘子可以随便挑选一个礼盒。 20万起拍！还有吗？我说这画，少爷画的比这强多了，他这跟你比，差远了。